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卫生局长。现在呢，我就身在这个松外 One Plaza 里面，准备去找我九月份要在 Starmax 扮演的 cosplay 道具。而这次我要扮的角色呢，先不告诉你们。现在我要找的是假发，还有他的武器，然后服装那一些呢，我回到山打工过后，我再会着装准备。OK，Let's go。No, there ain't no stopping us. Fly without boarding pass. Couldn't catch me, I'll be moving fast. Hello, 大家早。现在的时间是，我已经5:30的时候已经起床了，然后再梳洗一下，就忙着拍这个视频给大家。我今天特别早起呢，就是要特地下结冰去 meet 到一个 sword dealer， 也就是卖武器的，然后就要跟他拿我要在 cosplay 的时候要用到的武器。至于我为什么要跟他拿呢，就是因为昨天我去找假发然后武器，然后呢假发的部分呢，那个舍论那一些只是有帮人家做借法，没有帮人家做假发的，然后武器呢要上所以我联络一个比较便宜的，就我也就要下街边一趟去拿武器了。OK，Go。OK， 现在准备搭乘 KTM 去到 TBS， 然后再转搭巴士去到巴都巴哈巴，走。Close till I get up.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.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 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, and love is all we'll ever trust. Yeah, no,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 And on we'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, through the highways, till my shadow.现在终于到了 TBS 了，然后票已经买好了，不过搭乘的时间是9:30才可以出发。OK 啦，等着一个半小时，接着等哦。OK， 等一下见。OK， 现在准备搭巴士了。然后就要出发了。OK， 现在上了巴士。不过我觉得在这路途上，我应该不会拍什么风景给大家看的，因为我这边的窗户几乎是关着的。OK 啊，到了那边再拍给大家。OK， 来到了巴都巴哈，不过现在要转车搭车去到永兵去拿我的剑。 OK， 出发。 终于到了永兵了。 OK， 现在去拿剑钱。 OK， 就这样吧。欢迎啊。看一下，我给你画图，你连结，要不然你连结满满。我给你连结，要不然你连结满满。好，你这个就是正品。
下去。那那个就那个靠。OK， 好，那就这样。就是变的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你们辛苦。好。Yes， 终于拿到了。哎，千辛万苦来到这里是没有错的，只为了省了那几百块，真的是值得的。只不过，啊，好重啊那件。然后现在就只剩下假发，还有一些道具要找一找。OK 啊，只好现在就只好回去再看一看吧。买了电视收回去了。这时候回了。Hello， 今天是第三天了。现在要准备去找我的假发，然后还有我的那个 boots 鞋子。OK， 首先我会去沙达斯拉丹的黑美妞去看一看先。走。哎，到了沙拉斯拉丹了，然后接下来就要搭车去到黑美妞那边去看假发。OK， go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到了，现在就要跑去找一找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，对这边也不是很熟悉。你看，再看看吧。耶，先拿了我的假发，然后。我在这边有东西想要跟大家商量了，就关于刚才老板跟我商量一下关于做假发。我是个刚刚从谷歌那边才看到这间假发店，然后我就直接杀过来的。不过其实你硬要先做开门前，我就换了这一个大机了。不过还好那老板通融，然后就卖了我这一顶了。还好这个有现货，所以我就直接买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做假发的，可以去 contact 他。这个是在沙拉沙拉丹 area 的。OK， 现在又到回我们的 TBS 了。不过这次呢，我的目的地是去到 KLIA， 然后再转搭 free shuttle bus 去到美术。然后呢，刚才就已经买了假发了。然后至于买假发的细节，我就没有拍到很多。至于细节当中呢，我会在最后给大家做一个说明。OK， 就这样吧。OK， 现在上了巴士就等着出发吧。OK， 到了机场，现在要转到 free shuttle bus 去米水吧，走。We'll be right back.
了，这就是我会用到的 cosplay 的道具。现在呢，就用这一些喷漆来帮他们上色了。OK， 接着看下去。装备终于上色完成，现在就只等它风干了。我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因为我的服装来不及完成，如果完成的话就来不及上传 YouTube， 所以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。这次呢，我拍这个影片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 cosplayer 的辛劳了。就拿我做个比方，为了一个武器，我这天要跑到去九河的佣兵，然后为了一个家伙要跑到去沙拉沙拉丹，然后为了一个鞋子我要跑到去米穗。哎呦，讲真，说到家伙就好笑了，我是还没有 make appointment 的情况下，我就直接杀上去拿家伙的人。哎呦，如果平常的话呢，就一定要先去 make appointment， 然后在两个星期这样子就可以拿到家伙。千万不要学我的方法，因为我是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是第一次接触 cosplay， 真的。至于我说怎么个辛劳法呢，就是这样的。我这个业余的 cosplayer 都已经准备了这么多，更何况一个 professional 的，就他们在服装上就肯定是跟原本的动漫角色一定是一模一样，而且要准备的很仔细，要很细心的准备每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花的时间还有心思肯定比我这些业余的来的重啊。所以在这边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常心啦，用平常心的心态来对待我们就 OK 了，这已经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是个最大的推动力了。然后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。要怎么样支持我们呢？很简单啦，在来临的9月15号到16号，在三打根的启华小学有个动漫展 Star Max， 那时候呢就有一堆的 cosplayer 任你拍照，然后又有一些收藏可以任你看，然后呢又有一些比赛你也可以跑去参与哦。然后进场呢是免费的，然后呢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，大家可以选在哪一个时间来都可以。然后呢我也会在那边玩一天 cosplay， 然后一天是只是专于拍摄罢了啦。 OK， 希望我可以在那边遇到大家吧，我们不见不散，拜。